所以你带个灯牌再问吧，好吧。嗯，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选配的这个轮毂啊。这个轮毂能看得清是多大尺寸的吗？啊，兄弟们，猜颜色猜不对，看多大应该能看得出来吧？就像平时一让你们看佳佳就知道它18，来看一下这个轮毂，你是会讲话的。开玩笑，不知道咱靠什么吃饭的吗？啊，这个轮毂多大尺寸啊？有没有兄弟知道的啊？男的活的，我要求有那么低吗？啊，那必须得有低保哦。说那话，男的活的就行了，那可不行啊。主播说10万赞，穿拖鞋跳舞，那你直接让我拖鞋跳舞得了呗，还穿拖鞋，你这要求怎么这么低呢？这要求低吗？啊，这要求怎么这么低？主要是我没有拖鞋啊。嗯，择偶标准是能扛住多多一口，就是你是懂多多的，对，择偶标准就是能扛住我家狗咬你一口就可以啊。不是是个人就可以吗？是个人就可以，那你不早成我男朋友了吗？那肯定不是啊，肯定不是啊。价格给大家说一下，那只有萨姐了。萨姐是谁？就是我的好闺蜜。她说扛住多多一口嘛，因为她也被她咬了一口。轮毂这台车选21寸啊，咱也可以选22寸。然后混动版本上面一般配的轮毂相对来说会比较简洁大方一点。如果您喜欢炫黑的，或者花型稍微时尚运动一点的，也可以自己加钱去选啊，自己加钱选。有粉丝说他买车的话能请他吃猪脚饭吗？哎呀，你要求这么低呢？吃大份的，吃大份的，再给你加瓶可口可乐。是的，嗯，必须的啊，谁喜欢人？嗯，大部分人都是看人，稍在看车啊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啊，咱也不能要求你们只看车呀，看人稍在看车咱就行了啊，要不我这人搁这干啥的呢？对不对？多没有面子呀！不管你是看人呢还是看车的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点关注啊！欢迎各位宾利整车主光临我们的直播间，或者已经拥有宾利车型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您如果有二手车想要放这边寄售置换，我们也是可以的啊。全国我们总共有8家宾利 4S 门店，除了小迪今天所在的宾利合肥店之外，我们还有江苏南京的店，然后浙江的宁波、嘉兴、杭州、上海、广州、大连啊，这些店我已经数不过来了。这些店全部我们都是一家集团的，所以这些店呢你们都是可以过去买车的啊。我看人的，说出来干什么？说出来干什么？太直接了。嗯，这是比亚迪吗？这不是比亚迪啊，这是不是比亚迪？迪迪，你能不能找个男朋友？看你一年把我急死了。你急什么呀？这不在现在不都是我男朋友吗？虽然他们不承认。迪迪的男朋友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来。结果满屏都是啊，一个都没有。扣个一，快点扣个一，我等一下就给你点关注啊，然后我就给你就是问你要手机号。这一次换我主动啊，这一次换我主动啊。这是奇瑞吗？这不是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宾利啊。这玩意儿买不起，你看着看着也许就买了，你先把份子钱给了马上结。也是啊，扣三的就有点过分了啊，那扣三的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扣三的是什么意思？连我和车都不想看了是吧？内饰颜色带你们看一眼啊。我们在线1800人，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啊，加再给他们整个福袋，我们把灯牌交一交啊。我们整个大福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谢谢，甚至我玩了一个都没有，军师你勉为其难的扣一个吧，我太没有面子了，我太难过了。本来想装一下，结果没有装到，以后我再也不敢猖狂的说我有108个男朋友了。啊，你也知道你之前很猖狂，再也不敢说我有108个男朋友了。是的，哎呀，你看这个48级大哥他扣了一，马上就给他点关注，问他要联系方式。好吧，顺便给你陪嫁个雅迪。然后来看一下后排啊，飞驰的我们轴距啊是3米194，接近3米2的一个超长轴距，所以呢它是一台可商务可运动的轿车啊。后排我就不给大家坐进去了啊，我们还是移步到前面啊。你前面的光线要好一点啊，就站这儿吧。军师连夜离开合肥，离开合肥是离开不了了啊，扣了一的就已经收编了啊。劳斯车标交换季女神好吗？哎，管他叫什么呢啊，只要不是宾利咱不给他负责打广告啊，不给他负责打广告，毕竟没给钱啊，你只要记住宾利叫什么就 OK 了啊。